原标题毛主席一朝声东击西，差点在此城活捉蒋介石。遵义会议后，毛主席重新回到红军指挥岗位，有权指挥红军的走向。在毛主席的指导下，打了许多胜仗，但是想要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，就要经过四川，先后在土城站和鲁班、和川军、蒋军打了一仗，结果红军都损失惨重。毛主席为了能够突破敌军的包围，心中一计，还差点在此城活捉蒋介石。毛主席把红军分成三路，让蒋介石不知道红军该从哪里突围，把蒋搞得是晕头转向，就连红军中许多高级指挥员也是迷惑难解。红军行动范围飘忽不定，机动到底意图何在，主席的战略思维却非常人所能推断。当时刘亚楼等人提出自己的疑惑时，毛主席微笑说，国军想有跳出敌人包围，必须把敌人的主力都甩在吴江以北地区，这对红军实现西进云南、北渡金沙江、进入四川的战略意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。但要实现这一战略计划，当时的主要障碍是据守在云南、贵州边境一带的云南军阀部队。所以在遵义会议后取得红军军事指挥权的毛主席说，只要将边军调出来就是胜地。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，毛主席采取声东击西、迷惑敌人的策略，以便完全摆脱敌人的包围圈。于是红军兵分两路，派出一支部队东渡清水江，向平越金福泉方向活动，装作东进湖南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；另一路经西风、扎左，集结于贵阳乌当、百里、百宜、开阳的羊场、高寨一带，成威逼贵阳之势。蒋介石费尽心机重兵围堵红军，万万没有想到毛竟然指挥红军不仅跳出了自己精心部署的合围圈，而且站到了自己的鼻子底下。由当时贵阳地区只有四个团兵力，他很清楚仅凭四个团兵力很难抵挡数万红军的攻城。此刻的蒋介石惊恐万分，深恐红军会乘虚攻城，自己成了红军的俘虏，问顾祝同、陈诚怎么办。陈诚说急电各路大军前来救驾，当时杨永泰说现在只有滇军能解燃眉之急，因当时只有滇军孙渡部队离贵阳最近。蒋介石马上给龙云发电报，让他急令云南孙渡部队从黔西、金沙、大定、方昼夜兼程赶来贵阳保驾。4月7日滇军孙渡纵队赶到贵阳，焦急万分的蒋介石分外高兴，当即赏给滇军孙渡4万现大洋。随后吴奇伟纵队和第53师也赶到了贵阳以北地区，当敌军蜂拥向贵阳开进，这正是毛主席兵逼贵阳所要达到的目的。毛主席在部署此次行动时曾明确地指出，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地。红军成功冲出敌军几十万大军的包围，向云南、四川挺进，而这一次南渡乌江，把敌军几十万人马甩在后面。当敌军到乌江边时，除了捡了几双红军的烂草鞋，也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红军远远而去。蒋介石妄图在贵阳消灭红军的梦想破灭，也使红军开创了长征的新局面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